一个横跨两岸的麦春集团，专门媒介大陆女子以观光医美的名义呢，到台湾来接客。那么，这个由于业者标榜20分钟内接客，就像是素食店的得来速一样，而且这些女的都身材火辣，寻芳客络绎不绝。移民署跨海追缉，成功的将嫌犯一网打尽。应招女郎好身材藏不住，一出家门立刻有专车接送，直接送往寻房客的地点。移民署专勤队员在屋外守候观察一个下午，来来去去的女子全都是不同面孔。原来这个大型应招集团夜来香，专门媒介大陆女子，假借医美健检名义来台从事性交易。这个名叫夜来香的应招集团主打小姐年轻又貌美，有人疑似女星范冰冰，要价上万元。更有大陆知名艺术学院的女大学生一夜接客12次。移民署日前破获幕后的台湾籍主嫌，却躲在大陆，还另起炉灶继续经营，号称应招站中的得来速。集团的主嫌要求这个所有的马夫必须在这个20分钟之内哈，将小姐再送到指定的地区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个马夫不但会扣钱，那也会就是说集团将会不再聘用他。移民署放出消息，先让嫌犯女友交保，引蛇出洞，终于向图形主嫌给逮捕，引渡回台。专勤队估计，光是他犯案这8个月，至少引介近200名的陆籍女子来台，不法获利相当惊人。这次切断源头，总算将这个人蛇集团斩草除根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